我想对个雪人，我们来吧。接下来我们再唱哪首歌呢？东西您可拖回来了，是一块小豆腐还要雪宝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雪宝，我喜欢温暖的拥抱。雪宝你好啊，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新的歌唱团。哇哦，我来的路上就听到他们的歌声了，你们唱的简直太棒了，真的很棒。给安山我的惊喜准备的怎么样？惊喜，我们这个安山最爱惊喜了，我要去告诉他。哇，真的，雪宝，要是你去告诉他的话，我们就没有惊喜了。是啊，我们排练得很顺利，还打算再唱一首歌呢。你有什么推荐的吗？我知道。看来雪宝有个主意。我知道这是冬日节，但是我们能不能唱一首描述一年中我最喜欢的季节的歌，可以吗？大家觉得呢？我们要不要唱雪宝最喜欢的歌呢？那的话就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吧。来吧，霍姐，我来帮你准备一下隆重出场。哇想到夏天，我就打心眼里喜欢。夏天有太阳，一切都是热的。真的吗？我猜你没怎么体验过热吧？没有。不过有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，想象夏天来了会是什么样子。孩子们吹得不公平，我站在享受着夏天许我的权利。I'm gonna make it.
跟着